各位小朋友中午好，我是宝宝超人。今天的中午啊比较晚用餐，现在时间是1:18。OK， 来看一下现在还有剩什么啊？有汤，还有汤，有肉丸子，北胡辣包，豆腐，青菜，还有这个饭。OK， 我们一向感谢大姐。大姐没在这边。好，感谢大姐为我们准备美味的一餐。